今天我们男生女生配呢，为您邀请到的这一位可以说是家喻户晓，这个跨越港台的一位国际巨星，我们一块来欢迎吴倩莲小姐。大家好，吴小姐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飞哥你好，你好。啊，这个在我们观众的心目中呢，您是一位公认的美女啊。这不太敢当。哎呦呦呦，真的真的真的，今天我们这所有只要能参加我们这个男生女生配的这个来宾啊，有30几位。30几位。那开玩笑，平常我们都是因为人数不足随便请他们报名啊。比如说还是要马路上去拉夫嘛。对，工作人员。但是听说吴倩莲一来呢，马上就额满。请小台帮我们把这30位帅哥请到前面来。哎呀，这是快20-30位，非常罗曼蒂克的感觉，看不到。哎，太可惜了。因为我怕你们先入为主，一看一个男生不错。好，那你开出来小姐啊，已经完全就定位了。哎呦，第一个题目您先说说看，您条件是什么？条件？我喜欢穿牛仔裤的男孩子。哎呦。哎呦，现场很多人已经开始在脱裤子。怎么样？没有穿牛仔裤的先生们，请到前面来。好，只要是西装裤的，请到前面来。哎呦，西装裤，对不起，只要是西装裤非牛仔布料系列的，好，请到前面来。这糟糕了，他们俩这很有型。我不是说你们不帅，不好意思吧？他们俩很有刻意的。我可以看一下淘汰的人吗？不行。等一下马上就来握手了。完了。那怎么办？这也只有先前面握握手了。不好意思。来，跟吴倩莲握手。来跟吴小姐握手。吴倩莲，你怎么不想看人家？心中有一点遗憾的感觉。发现他们非常紧张。对，什么他们紧张？对。好，第二个条件，我今天没有穿袜子。所以呢，所以我要找一个没有穿袜子的人。不行、啊、不行、啊、不行，那他们就没有穿袜子的人要淘汰，好不好？对，好不好？那我先走了。那不行，你也不能，那不行的。对，因为那毕竟穿袜子比较少嘛，你不能一下子一竿子人都淘汰光。对，没穿袜子的人，没穿袜子的处理。来，没穿袜子。真的有一位没穿袜子。你看看，哎呀，糟糕，又是一个帅哥。哎呦，都承认招认了，今天不错不错，有没有？都蛮诚实的，有没有？握个手了，好吧？好，来握个手，来帮我持好先生，来，好，谢谢，好，又来了，好，又来题目了，来，皮带怎么样？喜欢有皮带的还是没有皮带的？那我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，有些男人他不喜欢系皮带，对，他有一个扣子啊，飞哥，我是有皮带，真的吗？那是没皮带的啊，没皮带的就那个啦。没有带皮带的，没有系皮带的，因为没皮带的，没有皮带的裤子很松啊，你不能开玩笑。没有皮带，真的有，真的有，没有皮带的啊？有吗？都有啊？有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皮带？啊，没有皮带，没有皮带，不好意思，别在那边混了，好吧？当然，我也知道你心里很难过，当然是抱着是志在必得的这个，对不对？好，很沮丧。对啊，因为我刚下飞机。等一下，我刚刚下飞机啊，有人要捐皮带出来的，可不可以啊？捐皮带？对对，他想成人之美啊。真的吗？有啊，有人，这可以这样子的。还有人要这样子的，哇，真的捐人一带，救人一命啊！啊，不是，是捐血一带。刚刚说下飞机，从哪里来？洛杉矶。你看看，这不是开玩笑？真的，特地来看有没有机会可以见一下。大家是不是同意让他们两个人这样啊？好吧，不成功变成人，那你就淘汰吧。那这位先生就先淘汰吧。来，握个手，握个。来，贵姓大名？但是人死留名，虎留皮啊。姓张，弓长张，楷模的楷。张楷，真是个楷字。没关系啊，人家有选择嘛，看是要万古流芳还是衣袖万里。只有轻如鸿毛，重如泰山，好吧。来，张泰山先生，先来握手。来，这位恭喜一下，从洛杉矶回来的朋友叫什么？Chris， 好 ，Chris， 好，来，不错，保留了机会，穿上，来，真是把吴倩莲小姐当什么，还可以让来让去，好，继续出题，也不生气的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继续出。要是我已经翻脸了，我就干什么啊？好，
那再继续，还有继续，还继续，继续。我不喜欢人家穿黑色袜子。啊，谢谢谢谢。因为我是穿黑袜子，那我也走、啊。那我们就先走。我不喜欢黑袜子的男生，这个，哎，黑袜子的男生，黑袜子自动拉，黑袜子，白的，白的，白的，蓝色的算不算？哦，不算。啊、哦，蓝色不算，不算。哦、白的，黑色的，灰的也不算，灰的也不算，只要黑色袜子请出列。好，哎呀，扣扣鞋先生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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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黑色袜子的，黑的，黑的啊，来来来。好，黑的要拿出，要黑的要出，一经查出来以后，我跟你讲啊，就要记大过、啊。可惜，可惜，可惜啊！很好，很好，这个先跟他握握手了，好吧？来，谢谢四位。好、啊，现在这个人数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了。哎，现在开始要比较狠的了，要严格一点的了。好，就是没代表的就拜拜。好，没代表的出列，没代表。扣机不算，扣机上，扣机那不行，我们是以手啊，手表，我们是以手，手表。你看年轻人多，哎呦，这下淘汰不少人。看一下这下淘汰的真少。哇，谢谢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来谢谢，哎，真的真的，来先去握握手啊，来谢谢。没有戴手表，真的很可惜，可惜啊，真的是。滴滴扣上面有时间，剩下六位了，剩下一二三四五六六位了，来什么？这个腿上，这个。腿毛很发达的人，你比较喜欢还是说这个光秃秃的那种？这长短很难去判断嘞，对不对？啊，长短这个毛的长短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是有腿毛的，对不对？内裤的颜色喽。这个说真的，说不定里面有一些变态的。对。你希望他们是穿白的呢，还是说只要有颜色都不行？这个不一定啊。有一种男生的。四角的，四角的，那你这个我们就，对对，因为你讲颜色，我们就一翻就是，你讲四角，它要拖到腿，这这我也不太想看这个东西，真的要看啊，啊，真的要看，当然看了、啊，哦，那，那就白色好了，白色留下，就其他花色的内裤的，请出列。好吧，我看可能我不用说你应该出列了吧、啊、你连眼睛的颜色都变掉了。你是不是近视、啊、那这个稍微要耽误一点时间好了。还是真的吗？什么颜色啊？好、啊啊、他穿黑内裤，外号黑寡妇。还有没有？不是白色的，是白的吗？啊，真的吗？嗯，好东西，哎，好，这个好的，蓝的吗？哎，不用开那边，哎，好货好货，啊，来握个手，来握个手，来来来，好，剩下四位，前面好，好，现在可以见面了啊，可以见面了，来到前面来。哪位是 Chris？ 你看，可见他已经在运作，一直在运作，已经在想，要不然他怎么会突然哪位是 Chris 啊？对吧？因为刚刚一直提到这个名字嘛。哎，对。好，那么这四位现在已经面对面了，然后就要开始说，我们来做一个选择，要问一个问题了，问问题了。好，要用演讲比赛才行。对嘛？应该演讲比赛。好，你发表政见，怎么样？请我们吴倩小姐选择你，好吧？发一表情。啊！这样子，这样子，你需不需要配音啊？不要配音算了。啊！还有人要帮他配音啊？想到什么讲什么。哦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还是怎么样告诉这个人说，吴小姐，你一定要选我，选择我，因为有一餐烛光晚餐的，这个是对不对？啊？人总是这样的嘛，要面对事情。是啊，刘来了，刘碧南先生。Music。我看还是握手回去好了。不是，还不行不行不行，你就算你不讲话，你也要总要一个交代。对对。我不会讲话，哦、我认了，好不好？你起码你也要讲，起码交代。好的，来，预备，去。这次来这里啊，蛮高兴的啊，因为。蛮喜欢听你的歌啊，
啊，而且我女朋友更喜欢你啊。什么玩意儿？玩搞什么东西？这跑来这个地方，我看是握手算了，是不是？这这这这个这个人要握手。不一样，他非常诚实。哦，哎，他就保你的命又保住。他有这个好处，哎，对不对？这样这样好，这样好，因为他实在不太会讲，从才艺上面来也可以。对，好，好不好？每个人，那你说你很喜欢他的歌，好，唱一唱一首他的歌，一句一句两句都可以。不要啊，不要，真的不要吗？真的不要。你蛮坚持，他不是不要，他不会，但他不会讲话，他说不要，他想讲，他不会，啊，好了，这一位我看这样比较干脆，握握手，握握手好了，好吧，啊，谢谢。对，吴倩莲，你觉得相当的失望，他可能是他女朋友逼他来，嗯，或者你觉得莫名其妙，对对。好，这三位了，随便要唱歌还是特什么什么，嗯。我可以用语言代表，然后也唱一首歌吗？也也唱一首歌，好耶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唱吴倩莲的歌，可是唱吴倩莲，我要降 key 就对了。那当然，当然，还有哪一首歌啊？哦，没有没有，我先讲我要讲的。先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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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靠近一点啊，靠近。不能讲国语，对不对？对，可以说，对对对对，英文也可以。英文好，英文。Miss 吴倩莲 ，I really enjoy your movies. I like your songs, and I just want to be able to just maybe spend some time with you. Maybe take you on a bike ride. Go see the beach. 仲有咧，我觉得你拍啲戏咧都好好睇，咁咧我好中意你唱啲歌。同埋你同埋嗰啲四大天王合作啲戏咧，我全部都好中意，特别系《天若有情》一二三，我啲戏我都好中意，好中意睇嘅。唉，冇唱歌啊！哦，仲有咧，我希望你然后咧都唔会天下弄之不到你一人。哦哦，嗯，咩嘢啊？他讲什么？他说他很喜欢我的电影，我的作品《天若有情》一二三都看过，也很喜欢我唱的歌。他现在要唱的是，他现在要唱的是我第一张广东专辑里面的主打歌，叫《天下浪子不独你一人》。天下浪子不独，头疼了，淘汰，好，握握手，好吧？啊，痛快的淘汰，那只有清唱。天下浪子不独你一人。哦，可以表示有诚意，表现三位压力其实压力大，在这种状况，今夜我不回家，那我要永远陪你。那既然不回家呢，就是要体力陪你到处玩耍，或是那我就是单手做个伏地挺身，单手伏地，单手做伏地。杜德伟先生，杜德伟，哎，真的蛮像杜德伟，对呀，哎，对不对？好来，哎呦，哎呦，好厉害 ！OK， 好，鼓励一下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位先生想到东西没有？你看我也做伏地挺身好了。怎么样，伏地挺身？单手。而且他也能单手，这个就厉害。看不出来这么瘦。哎呦，哎呦，现在年轻人真的太可怕了。好，好，鼓励一下。哎呀，好，我相信你三位排排站啊。三个人哦，请伸出你们的手来，好，然后你去握谁的手，谁就是可以烛光晚餐的这个对象，啊，哦，好，哎，不行不行，全部没有了的，不行，啊，全部这样的意思是全部都没有，这真的一个都没有。对呀，啊，真的是有一餐烛光晚餐。他们三位都真的蛮好的。那三个人一起，所以三个人都握了。嗯。哎，这也是个办法。哎，恭喜你们了！哎，再握握手来。好，好，好。就这在三个人。那我们现在都不优秀。那制作单位破费了。那倒没有关系，说说看他们三个人给你的感觉，好吧？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各有特色了。各有特色。对，但而且经过我们这么严格考验下来，这个留下来的三位。男士，但我相信他们年纪都比我小。这对对对，哦，这可能是最大的，可能是原因之一。对对对对，这 Chris 蛮有意思的啊。怎么老记得人家？对对对，留下我就好了嘛。哎，你看这人好，今天三位都不错啊，大家去这个变成大家一起吃一餐饭是吧？对啊，多快乐，多快乐，对不对？也没有感情负担，多少？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。谢谢谢谢，好。
Thank you.